走后金马斑马，走后金马斑马，我现在看到啊，基本上跑哪里都可以看到那个观音菩萨啊，基本上跑哪里都可以观音菩萨，未来啊，跑哪里都可以看到那个大雕像了啊，外星人做的大雕像，观音菩萨是人，自己一个一个做出来的，而那个大雕像是外星人做的啊。是外星人做的，他们外星人用分布在各个地方做的啊，应该这样说，外星人把大雕像做了，分布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啊，让人们知道这同一个人，让他来找啊，然后找到我，然后我把已经知道的外星人要传递的信息告诉给大家啊，就完成这个传播消息的任务。哎，好，再见。